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啊！冯宝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皇上对他的安抚，实际上是为了稳住他。密查冯宝江南私产的人派出去了吗？已经派出去了。冯宝在京城的私产已经查清了一些，数目惊人呐。朕在想，内库损失了如此巨额的银子，一定与冯宝有很大的关系。你再派些心腹和可靠之人，到各州府查清历年税收数额，收集一切有关冯宝的证据。朕要看这个冯宝到底贪了朕多少银子。皇上，这是臣拟定派出官员的名单，请皇上过目。啊，不用了。是。你要知道，冯宝在朝中揽权十余年，他就像一只大蜘蛛，在宫内宫外编织了一张巨网，而支撑这张巨网的就是他所掌管的东厂。所以首府，你的一举一动一定要谨慎再谨慎，小心再小心，切不要让冯宝的探子探出你的动静。皇上尽可放心，冯宝的耳目虽然遍布朝野，而老臣的计划也是万无一失的。万无一失就好啊。哼，也许冯宝他还不知道，朕的一把真正的御剑已经悬在了他的头上。声音也没有啊。兔子走路有声音吗？让我在这等你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事让我办？错，我才不稀罕你给我办什么事儿呢。我找你呢，想问你件事儿。好，趁我现在有空，可以问十件。不用，我还就问你一件事儿。说，那个女人长得漂亮吗？哪个女人？你说虫儿是不是？对，怎么样，她长得漂亮吗？漂亮又怎么样？不漂亮又怎么样？她要是漂亮呢，我想见见她；她要是不漂亮呢，我也想见见她。要是我告诉你她既漂亮又不漂亮，你还会见她吗？那我更要见她了。哎，男人绝不能在女人面前提另外一个女人，要不然他一定会没完没了。说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她长得，她……其实我根本没看清她长什么样。你没看清她长什么样啊？嗯，我可看清了。你见过她？我才不信。你不信？我还看见他身旁有一个穿红衣的男人。嗯，信了吧？真的？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呢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反正我看见他了。你在哪儿见他的？嗨，中原啊，你别以为你神通广大，我兔儿想在这京城找一个人那是小菜一碟儿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见到他的。我不说了。兔儿，吓唬我！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在哪儿见到他？我要是不说呢？不说是不是？不说。好，你再也别来找我。不找就不找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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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庄园，庄园，你等等！哎，你停下，等等我呀！
呀。真生气了，快吃吧，吃完了该去哪去哪。我不跟你开玩笑吗？你没看出来啊？这小男人，开什么玩笑？开玩笑你找耍蛇斗鸡的去。哎，还真是斗鸡的领我，找到虫儿的。他们怎么认识虫儿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呢就在城里打听，有谁认识一个叫虫儿的女人，问来问去。有个斗鸡的人说他知道啊，还领我去见他了。他领你去哪儿了？说呀。双墙楼。双墙楼。你真的是在这座大客栈里见到虫儿的？你以为我在骗你啊？可找遍了整座楼，怎么没见到有这个人呢？哎呦，人不在，那就是走了呗。走了。对啊。你还记得那个斗鸡人长得什么模样？一副秀才模样。秀才模样。他手里是不是有一把折扇？有，他一手抱着一只鸡，一手拿折扇。说话的声音有点像你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是吧？能陪我喝酒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记住，在女人面前千万不能说陪字。走吧。你饿了？饿了。等见了雷子就有的吃了。叫。虫儿，忙着呢。宋掌柜啊。这手真巧。我说伙计，把这些花炮赶紧加工完。山西的张掌柜等着用呢，啊！好，我进趟城，要不要带点桂花油啊？不用了。对，好嘞。哎，我说雷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呢？那天跟姓钟的说了那么多话，人家就是不肯相信你。你看人家菩萨坐在庙里面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只用坐着，谁见了谁都信他。我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投胎做个菩萨。就算是有啊，你也做不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坐不住啊。我这不是坐着的吗？你屁股是在坐着，可是你的眼睛啊在动。哼，眼睛不动成死人了。菩萨的眼睛会动吗？不会啊。那菩萨是不是死人呢？你呀，少啰嗦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真不愿意炸你。我要炸你的话，把你的头发炸黄了，让你当个翻婆子。哎，去看看老大他们来了没有。像是来了一辆牛车。哦。哎，我说雷子，你这个人再怎么不压秤，好歹你也会做个火炮，放个蝴蝶风筝什么的吧。那你怎么就心甘情愿的替宋掌柜打帮工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这不就是听镜子的吩咐吗？他是老大，他让咱们在这儿干什么，咱就老老实实在这儿给人打帮工就是了。那我倒真的不明白了，您的老大老二都这么怕被人抓，
可是为什么你不怕呢？哭着喊着告诉人家你是雷子，让人家抓你进死牢啊？等哪天啊，我把你头发剪短了，哎，你就长见识了。我说你呀，平常看你挺聪明的，你怎么就这么傻呢？哎，我越是喊着叫着说我是雷子，就越没人相信我是雷子。哎，我越喊着越厉害，越喊我反而啊，嘿嘿，就啊越安全。你说他们谁不相信我是疯子啊？嘿嘿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雷子，你真的杀过人吗？杀人杀人多吓人呐、啊、我告诉你，在你嘴里头啊，别说这两个字儿啊。你给我记住，以后你下毒馆逛青楼喝花酒我都可以不管，可是绝对不可以杀人。哎呀，我跟哪个人有冤有仇了？我杀什么人呢？我爹我娘就是被人杀死的，所以我恨杀人的人。你一定要记住，要是哪一天你杀了人的话，我就杀你。要是我杀了人呢？浪子，蝎子。翠花，翠花，翠花，你等等我呀！雷子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老婆不让你杀人？我老婆可是最恨杀人的人，她要是见你杀人呐，她能拿菜刀杀了你。好女子啊，娶个敢拿菜刀杀人的女子当老婆，这可是在练男人的胆呀！晚上和她同床共枕，常会做梦，梦见自己就是地里长着的一颗菜。对不对啊？哎，浪子说的对呀、啊，我梦见过自己从地里往上长着，就就，咦，刀子，都什么时候你才来啊？你们不也是才来吗？哎，刀子，你没死啊？我死？我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刀子，我可当你死了，你看看我这身麻衣都穿成什么样了？我真以为你死了。我买了这身麻衣，本想好好的哭三天坟，可是，你刀子不是个东西，你明明知道蝎爷会去救你的，可是你就是不信蝎爷，自己想办法脱身了。我本想借救你出死牢的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在弟兄们面前露个脸，可是你就是不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真想吐你几口毒汁，结果了你！我真想砍你十八刀，你骂谁呢你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行。也不去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啊！你也配给我披麻戴孝？给我脱了，什么玩意儿嘛这是？你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刀子，你眼里还是没有心意是不是？哼，别以为你会吐几口黑水就指望着兄弟们把你当尿杆子使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救我八回穿八十回孝衣，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爬虫，你知道吗？把麻衣给我脱了，别给刀爷我添晦气。嗯。其他人跟上，走。让我等了三个时辰了，你这鬼催妹子，快干什么呀？
急死我了！刚才你没看见啊？隔着块地有四五双眼睛呢。你说这儿有其他人？嘘！刚才我看有人走过来，我就往地里趴着来着。你猜我听见什么了？听见什么了？他们刚才说什么杀人杀人的。哎，你没听错，他们说杀人。哎呦，我是什么耳朵呀？大招风。你说我能听错吗？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前两天棺材摊被人灭了村儿，官府衙门贴出告示说，谁要是能抓住那杀人的，就赏他120两银子。哎呀，是吗？对呀。哟，那这银子，咱俩分了。就是。哎呀，等等，我刚才还听见他们叫人名呢。叫什么？等等，我想想。好像一个叫雷子，一个叫浪子的。哎，雷子，你没听错？没有。雷子，哎，雷子是我家佃户。这小子傻傻乎乎的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妈的，虫儿居然跟他走！走，上官府去。急什么呀？你看我翠花，到你这儿来见你宋掌柜的容易吗？我把正事儿给忘了。你看这里面贴身衣服都湿了。哎呀，咱们到了京城，该露面的都露面了，没露面的只有影子了。我说，这影子就是站在你我跟前儿，你都看不见。我敢说，影子一定到京城了。哎，花子怎么样了？还在戏班唱戏呢。前几天大内侍卫中原找过他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姓钟的没能抓住他。这男人一见到漂亮的女人啊，力气就不在手上了。哎，镜子说了，咱们要想在京城立住脚，首先要把中原收服了。只有收服了他，那个冯公公就容易对付了，要不什么事都做不成。哎，你不是跟他打过照面了吗？真的像大哥说的，谁也杀不了他。我看大哥说的有点神了吧。这么说吧，我把雷火引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吓成什么样？裤子都尿湿了。那他有什么呀？我去杀了他。歇了吧，就凭你这把铜钱刀还想动中原？不瞒各位，我与中原喝过酒，打过一回疾风，我还给过他飞针，他都没输给我。他的底气啊，深不可测呀。哎，怪了啊，我媳妇做的毛驴怎么不见了？急什么呀，男的屎多，女的尿多，你媳妇啊指不定躲到什么沟坎里面放尿去了。我去你的！谁说中原的底气深不可测呀？哎呦呦，大哥来了！大哥来了！我说的，等你半天了。说的有道理。来，我来歇会儿。哎，走。看来咱们是低估了中原，放进玉神庙那棺材里头的金银珠宝没有打动他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原来说钱就不行嘛，你们非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现在怎么样啊？这个姓钟的还没入鬼谱，这能怪我？大哥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他们都是兄弟，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弟兄们在京外都混得好好的，是你镜子把哥几个都凑齐了带到京城里来，这话没错吧？没错。
这人死了，躺在棺材里，那棺材底下得铺上石灰，这也没错。也没错。棺材底下铺上石灰，为什么？为了让死人烂得明白些。我们哥几个还不如死人呢。你镜子想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知道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做大哥的，怎么也得给哥几个铺点石灰吧。好吧，既然浪子把话说到这份子上，那大哥我就不想瞒你们了。我把你们约到这儿来，是想告诉你们，干大事的机会来了。干什么大事？喜欢银子吗？谁不喜欢银子呀？你们呢？啊，从江南来了六辆拉税银的银车，过两天就到。劫银车？劫银车？对，劫银车。这六辆银车上装的都是从南边运来的税银，而且每个银锭上都印着官印，一共是六辆车，每辆车上装着五万两银子，就是30万两。嗯，好啊，一听到银子我就来精神了。谁扔东西？你在问我吗？谁打了我酒壶？你是在问我？我扔的。我不扔东西，你还有命吗？好，走了，走。死鸳鸯！哦，哈哈，就，哎，虫儿，是咱们家的房东宋掌柜的。是宋掌柜，他们俩怎么躺在这儿啊？是影子来过了。这两个人是被影子杀的。凡是被影子杀的人，脸上都带着笑。影子是谁啊？去，别多嘴。这两天谁见过耗子？我见过，他出了城后又回到城里了，现在说不定在哪个破庙里睡觉呢。让花子告诉耗子，这两天去一趟太仓库。大哥，不是去劫银车吗？去太仓库干嘛？咱们要劫那30万两银车，光靠拼打是不行的。压着这银车的有好几十个禁卫军，不去说他，当银车到了京城界面，御林军和锦衣卫派大批的人马护送，这么多人，咱们能得手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让耗子去太仓库弄出点事儿来，把御林军和锦衣卫都引出来，以为咱们要打劫太仓库，他们都守在那儿，这样咱们就舒舒服服的到城外劫银车了。看来啊，你不该叫浪子，该叫脑子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，脑子聪明呗啊。走，就。这位爷，有个女的给您送帖子了。哎，她长什么样？不知道，走了。
出来吧。花子，哼，你怎么来了？镜子让我告诉你，明天晚上上一趟梁。梁在哪儿？太仓库。太仓库？哎，那可是皇上贮藏金银的地方啊，就连养在库里的猫可都是条条铁须金爪。你只管上梁，别的不用你管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哦，去太仓库是不是去抢银库啊？你们让我这头耗子在梁上等着猫来抓，你们呢往麻袋里头搬金搬银，这活儿我不干。别，花姐姐，我耗子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还动真了。哎，给个时辰，我上梁去。明天晚上，庙里敲午夜钟的时候，你就进太仓库，别忘，在那金库的柱子上留下你的鹅毛双刺。为什么要留下我的鹅毛双刺？哎，多嘴。哎，下梁之后，给我多少银子呀？不必等到下梁，现在就给你。这位爷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大买卖要跟你们做。大买卖？好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带路。这位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这是把我往哪儿引啊？不会是地狱吧？您不是要见大掌柜的吗？当然了，我当然要见大掌柜的。哎，大掌柜的在里边。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位爷，这边请。哎，您请。听说你有笔大买卖要跟本号做，正是此意。啊，这金银珠宝行有自己的行规，你懂吗？
不懂。你连这个都不懂，凭什么跟本号做买卖呀？就凭这袋金元宝，客官，请，请。请请请请，嗯，好请，客官，九成九的成色，好金呐，哈哈，好金。客官，不知客官要用这么多的金子，在小店打什么东西啊？你先别管我打什么东西，你先告诉我，人的脑袋有多重啊？客官取笑了。人头有多重？你应该问那个专门杀人头的刽子手啊！您说，您我这么一个打金银首饰的这么一个掌柜的，您是不是问错人了？啊？哦，这么说，你不知道人的脑袋有多重吗？不，不知道。这很容易啊，随便找个人，割下他的脑袋，过一把秤不就知道了吗？客官，这玩笑是越开越大了。人头和猪头，他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这个人头怎么能拿到秤上去称嘛？啊，看来要做成这笔买卖难呢。哇！我本不想取你的人头，可我要不取你的人头，你就得取我的人头啊！掌柜的，人头有了，可以过秤了吧？哎呀，好快的刀啊！哎呦，好重的金子呀！来人！来了，管秤。哎，六斤六两三钱三。客官，人头的分量称出来了，六斤六两，三钱三。怎么这么轻啊？啊！你们都看什么？都给我坐下，坐下。好了，都坐下，坐下。坐下呀！掌柜的，这袋金子刚称过，十二斤还不够一颗人头的分量。我说掌柜的，你看这么着成不成？这些金子先搁在你这儿。等我再送金子来，咱们的买卖就成了。客官，那咱们这个买卖
是个什么买卖呢？废话，我到你们金银铺子来还能做什么买卖？当是金银买卖了。那你说咱们这个买卖应该怎么做呀？简单，帮我打一颗金头。金头？您是说用这金子打一颗金头？对，我打的是一颗金头，可不是那种不起秤花的小脑袋，我要的是一颗八斤重的大金头。我看你们是没做过这么大的买卖了，是吧？行，本爷也不麻烦你们了，另找店号去。哎，这，哎呀，客官，走，哎，来，哎，坐啊。客官，您真是佛手指路，走对道了。本店打造金头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。是吗？我们从宋朝的时候开始啊，就干这个营生，专门为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打造金头。哎，这取了首级的都是些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将军，富甲一方的巨贾，还有皇上。哦，这被取了首级再打一颗金头的人可都不是凡人呢。哎，有没有一不带兵，二不为官，三不从商，四不当皇上的人，丢了脑袋后再造个金头安上的？那您是说打一颗8斤重的金头安在一个一文不值的掉了脑袋的脖子上？正是此意。哎呀，那要是能安上这颗金脑袋的人，肯定是客官的救命大恩人吧？哎，能告诉我此公为何人吗？什么此公的？她是个女人。女人？嗨，女人也不乏侠义之人嘛！啊，这个女人是我亲娘。哎呀，真是个大孝子啊！佩服佩服。你娘为什么被砍了头啊？我说掌柜的，我用金子打造一颗金头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小心你脑袋。痛快，来人呐，在大灯笼引路，领这位客官看看本店打造的金头是何等的模样。客官请吧。早该领我去见识见识了。请。走吧。有消息了吗？
冷眼看世风，滚滚天下财富，岁岁人心苦懂啊，岁岁人心苦懂。今夜见相逢，从来说不通，夕阳正红，夕阳正红，最难生人心好重，一生多包容，去如风，红尘流梦，天地过客匆匆，情万种让我心动，谁能不来初衷，再回首泪泪伤痛，相逢。